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敢这样对我。这酸爽啊，切！我叫张明敏，我来自山东聊城，目前呢现在在北京工作，是一名自由歌手。我还是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可以吗？可以。多漂亮的女孩。哎，你喜欢这种冷傲的东西吗？对，我今天选择这首歌曲是有目的的，因为就是可以通过这首歌来了解我本人，然后呢就是我也通过了这首歌呢，然后自己就是编排了一小段的这个猫舞。还有猫舞。对对对，然后我还特意拿了三个这个猫耳朵，这样我们一起来跳。来吧，你先来好不好？好。要领是吧？有几个比较代表性的动作。代表性的动作就比如一般起来以后就会用他们的爪子然后抚摸自己的脸部，对，就是这样一个动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走路的时候是这样。猫步。猫步。对，猫步。然后呢？然后。好吧，没事。还有一个比较妖娆的动作就是这样。那我们三个人一块来呢，还是分别来呢？一块吧，随性，大家随性。我感觉这旁边的这两位帅哥不像是猫。比较可爱。好的好的，今天这个小猫妹妹来到现场是要报一张怎样的账单？我呢就是想丰富一下自己，然后呢多学一项才艺，然后给自己报一架定钢琴。对，要多学习。多少钱？5600元。好的，知道了，来吧，舞台交给你。谢谢。来，60秒倒计时准备，3、2。想你有话对我说，你的眼神早已对我没有温柔，还怪我什么？
都不懂，我不懂，我不懂，我在想你为什么总是用借口三心二意的你，我不想再忍受。好的，很棒，全票也是哈，谢谢，全票，好的。再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账单金额是5600元。5600元的电钢琴。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就会获得由王大山安利蜂奶粉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喊失败，也可以获得由王大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原生态营养礼盒。喵，来去吧。谢谢，加油，加油！明明听我的口令，3、2、1，开始！来吧，明明。希望你拿出猫一样的速度跟灵敏度来。哎，好的。还真是像猫一样的灵巧。好，第一关没有问题，来看第二关。好，现在需要的是走猫步。他这稳扎稳打啊，过一个停顿一下，这也不错，可以，哇，连续过了，好的，明明，第三关来了，好。确实很灵敏呐，好的，没问题。还有两个，还有两个。哇，可以跳了。哇，身手不错呀，太紧张了，确实有猫的素质啊。好了，账单是什么？账单是要一架电钢琴，5600元。5600元。对，如果你的账单有翻倍的机会的话，要不要挑战这翻倍的机会呢？身后就是第五关，三个圆柱形的障碍物和一个横杆，越过三个圆柱形的障碍物，再越过横杆，横杆如果不掉下来，你就挑战成功了。我想听一下美女们的意见，可以吗？
要不要挑战？宁敏，我不怕的，我来了。不怕，对不对？对，不怕。好的，加油！加油！耶、yeah ！我们一起为张宁敏加油。宁敏准备好了吗？听我的口令，三、二、一，开始。你刚才掉下去之后还不知道自己成功了是不是？我以为我失败了。成功了，过了第五关，所以说我要在这里高兴地宣布张明敏的账单翻倍。耶、yeah! 恭喜明敏。谢谢。来，最后高兴地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幸福账单为您买单，幸福账单我们为您的梦想买单。欢迎下一位报账员。歪歪 tell me why 夜会令更地分解，人是熟女暗女也想变坏。歪歪 tell me why 没有办法做乖乖，我暗骂我这晚变得太坏。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这是广东话吗？广东话呀、啊、广东话、啊、您是广东人吗？对，我是广东人。来来来，认识一下。大家好，我叫许杰娜，来自广东湛江，现在在中山当一名体育老师。哇！天哪，体育老师现在都已经这样了吗？我想说的体育老师都是男老师，都男的呀，都是五十个仰卧起坐，一分钟之内，快预备开始。老师多恨你，让你五十个仰卧起坐。五十个仰卧起坐，那是撒水呀、啊。厉害厉害，粤语很厉害、嗯、我觉得既然是体育老师、嗯、首先把我们这里变成你的体育课堂好不好、嗯、好，怎么能够管住这帮调皮的人？我们都是你的学生呢。哎，对，今天要不然这两位男主持人当队长，然后组织一支队伍啊，来玩一个游戏怎么样？靠谱吗？可以，老师。游戏规则，由排头第一人手持呼啦圈，在保持每名队员之间不松手的前提下，必须要经过每一名队员将呼啦圈穿越整个队伍，然后再反向折回到第一名队员手里后为结束。两组队伍按时间快慢决出名次。好了，来，预备，开始。别激动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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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打字吗？什么？哎呀哎呀，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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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油加油加油！好，哎呀，快点快点快点！腿太吵，你知道吗？加油加油，队长好，我们要开始。因为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基本上从来没赢过。好快乐呀。今天老师来带一张怎样的账单？最近比较喜欢学化妆，所以的话我想就去一些培训学校专门去学习。已经很女神了，你还要多美啊。哎，没有了。其实我觉得你的气质素颜最漂亮，但是女人都希望自己更美丽一点嘛。好，明白明白。把舞台交给你了。好，谢谢谢谢老师。六十秒倒计时准备，三、二。
你哪位是我还是喜莲娜，她是我见到所有的女生模仿 Michael Jackson 里最像的一个。谢谢谢谢，真的，你不用学那个学化妆了，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谢谢，真的完美。谢谢谢谢。好的，那么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化妆培训费3880元，3880元的化妆培训费用。好吧，用太空步走过去。来吧，步入挑战区，加油。你哪儿去？挑战区在这儿。那边哇哇哇，加油。好活泼呀。来，三二一，挑战开始。好，哈哈哈哈，还是心里有一点点的害怕啊。没关系，这个跳鞍马的动作咱们上体育课的时候经常会做啊，没问题。来，第二关。哦，第二关是全身的协调力，最主要的是考验的是观察力。节奏非常好，见缝插针，漂亮。第三关，在第二关几乎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哇，专业的就是不一样，正在调整自己的呼吸。上，好，看一下，要过了，对。非常棒！哦，让他过。这个要跨过去，对的。这个还是要跨过去，小心，头上小心。小心！哇！吓我一跳。是的，这个过的方式非常对。不要让自己的左腿成为过关的障碍。是的。好，不行。哎呀！差一点点啊！观察力方面出现了失误，但是要遗憾的宣布许杰娜的账单。幸福账单为你买单，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报账。这是个男团呢，来认识一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韩国的 Lotus。大家好。有会说文的吗？大家好，我是 Lotus 里面的中国成员，英语成，很开心可以来到幸福账单这个舞台和大家见面，谢谢。来认识一下下一位。大家好，我是 Lotus 的队长金笃安，认识你们很高兴。我是北京人。骗子，特别好，我也是北京的。谢谢。生在哪儿？你生在哪儿？长在哪儿？不知道。生在韩国，长在北京，对不对？大家好，我是 Lotus 里面最小的，两个最可爱的，两个最帅的，我是池永乐，两个我是长大的。谢谢。你是什么人？江南的人，就是韩国江南的男人。我刚说。
你说这么介绍完了之后，下一位情何以堪？你还有词吗？我听听他怎么说。来，有请。大家好，我是鲁提斯里面的主唱伊塔亚，认识你很高兴，谢谢。主唱，人家唱不用说。啊，他是主唱。主唱，对对对。这声音担当，这是颜值担当，这是什么舞蹈担当？这个是翻译担当。啊，这个。各司其职。韩国的朋友们其实表达方式很特别。对啊。啊，每次有韩国的男子组合来到我们的现场，都会有很特殊的表白方式。哎。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组合有什么样特殊的表达方式吗？既然这样的话啊，就由我们的队长杜安，假的北京人先来。你们这儿选两位，我们也选两位，好不好？好的，好的。我们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8号和10号。来，如果你向他表达你的就是来北京的这种激动的话，你会怎么来？来，好好，我们把舞台交给你。OK。 Baby, oh, hey, Bobby. 因为太漂亮，所以太漂亮了啊，情不自禁了是吧？如果她不漂亮，那么我倒不能这样。嗯，她太漂亮，所以特别可爱的一个男生。我们这位属于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活泼可爱。你们将派出哪位？哪位？我的韩国成员的性格比较外放，我那比较内敛一点，比较帅。你来。对对对，那么就我来吧。哎，不是妹妹，因为她也漂亮。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有一个得了，有一个得了。好，来，不好意思。有。看看小孩男孩子表达的方式，确实瞄准是吧？看到了。完美展现了一个抢亲的过程，谢谢你们了。好，还有一个呢？对，还有一个最帅的、最可爱的来，最可爱的你选择谁？你看看现在台上你最想对谁表达一下？对，我选的就是他。你怎么这么凑巧呢？你是这个团里最可爱的，我是那个团里最可爱的。来。안녕하세요저는 CCTV 아나운서주시입니다어안녕하세요请你多多关照啦你能别电人家吗这哎你别吓一会儿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好的好开始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你你要相信相信我对象多么可爱幸福快乐几周期公安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报警了报警了谢谢义务军谢谢带走吧什么叫无知者无畏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敢这样对我。你早说。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辛苦了。今天来到我们幸福账单是要报一张怎样的账单？我们的成员啊、主唱伊萨亚，他呢非常喜欢摄影。所以呢希望可以抱一个单反的相机对对对也记录我们这个组合每一步的成长好的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各位了来加油欢迎60秒倒计时准备3、2
my word。一点一点像被捉紧，和你进入里挣扎，拼了命想要挣脱他，求你祝福安抚着我，告诉我坚持些年，那个逃到第七了呢？微风，这一种微风，融化我借给无比的限量，它就是开始跳动。你是，是我在呼唤，我要用为倔强的生命穿。是，真的是动感十足，很棒。嗯，好的，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8000，8000元的单反相机。如果你们挑战成功的话，就会获得由王大山安利从奶粉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还失败，可以获得由王大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原生态营养礼盒。听明白没？说，说什么了？这个我想你一定也可以明白，对不对？聪明，聪明，聪明，来，聪明。这个是8000的，所以你们加油。好的，加油吧，加油了。谁去挑战了？都有这么有运动感觉，谁去？最可爱最帅的。加油，欢迎。谢谢，好的。我们的社长说了，如果今天输了，可能晚饭没有吃。没关系，没有晚饭可以有牛初乳粉。好的，来，来，起来，来，三二一，加油，加油，步入挑战区。为他加油啊！来，队友给他加加油。好的，使用日结文的口令，三、二、一，开始。双本。好的。没问题的，来吧。好。从哪条路径过呢？哇，他没看，还选择这个哈。哇，咱们腿长啊。一点关系没有啊，很轻松就过去了。第一关就这么轻松的过了，第二关还摆造型啊。好，千万不要大意。哇吼，不错，可以跳了，不要犹豫。好的，好的，第三关了，第三关。这一关千万要小心啊！哎呦呦，再来！好的，还有一个。来自韩国的歌舞男团的账单取消。幸福账单为你买单，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报账。Oh my god！ 欢迎你们，来认识一下。大家好，我们是武则天组合。那两位是搭档还是？这是我媳妇儿，搭档。这个这名字有双层含义的，这家的地位一目了然了。对对对，武则天了吗？这男的在家里还有地位吗？喂，真的是这样吗？是的，那个。还真的。但我觉得也有好处啊。
他们俩可以在一起排舞嘛，形影不离，然后可以在生活当中发现很多对方的优点，然后编进舞蹈里嘛，对不对？对，我们的情绪啊什么的，然后都会编成舞蹈。真的？对，日常的情绪。对，可以示范一遍。恩爱的不少，你们这样花样秀的不太多啊，但是可真够甜的。这么秀恩爱、啊，哎呦，这只能他们俩跳啊。咱们你这换了舞伴就没法弄了。是啊，我觉得应该是严哥和岳哥来一个。哎，我对马月特别不了解，马月除了秧歌之外，没有一个能顺走过来的。这样吧，我也可以表演一个舞台上的一个造型。什么？墙。啊，你这是个道具呗？你这个道具吧，我抢我还合格的，还可以的，来吧。就是你要表现的是幸福三宝之间的默契和甜蜜，是吧？对对啊，可不可以啊？没事，来吧。特别好，特别好。对，谢谢谢谢。也很幸福的一个舞伴是自己的爱人。谢谢谢谢。那今天你们来到现场是要报一张怎样的账单呢？我们是想为自己的儿子买一辆儿童车。多少钱？2700元。2700元。哦、加油了，你们的爸爸妈妈。来吧，好，来，60秒倒计时准备，3、2。哎呀，最后还没忘的秀恩爱，真的是。你可以从舞蹈当中看到他们每一个生活的细节，有的时候吵架，有的时候恩爱，有的时候在一起干活。生活的点点滴滴啊，生活的感觉。嗯吧，我们的姑娘们也是，看看，谢谢谢谢，很喜欢。好的，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2700元的儿童车，儿童车2700元。加油了，加油， okay. 来吧。兄弟你加油啊，要对不起你这大长腿啊，来吧，3、2、1，挑战开始。哎呦，你可得加油啊，你们家领导正跟这儿看着呢，给老公加油啊。这媳妇儿特别气定神闲啊，来，没问题，看来是对自己老我有充分的信心，来吧第二关。哎呀，你就不打算保存点实力吗？啊，来，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漂亮漂亮，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呀。哇，是的，
低头，低头是的，跨过，跨过去，好，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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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哎。加油加油加油，都可以上可以上，但是现在机会是好的，这也是办法，这也是办法，这也是办法，但是你要在最后的时间起来，这也是办法，这也是办法，好的，起起起，小心，哎呀，哎哎，低头低头低头，能不能上来？来了，来了，来了，低头来了！哎呦，快过，快过！哎呦，快过，快过！哎呀，哎呀，天哪！啊，一直到目前为止，我见过了过这关最惊险的选手。我的天哪！啊，来吧，来吧，来吧！一、二、三、四，哎呦！来吧，来吧，我让你差点吓出心脏病啊！太不容易了，不是，我感觉到了，你其实刚才在最后那一刹那其实都要想放弃了，但一想不行，我媳妇看着呢，我媳妇武则天呢，哎呀，瘆得慌呀，媳妇眼睛唰唰唰着你啊，努力加油，凭借毅力和身体的能力，他成功通过了前四关啊。来吧，接下来你会面临第五关翻倍的选择，在这之前来重复一下自己的账单是什么。2700元，我儿子的儿童车。2700元，为儿子买的儿童车。来看看背后的第五关。当然咱都是男人，是咱的心情都理解，这个事儿我知道你做不了主，来吧，问问媳妇儿。武则天不翻倍，你反正这要是我不是挑事啊，这样我肯定听媳妇儿的。你什么答案？我选择放弃。放弃，好的。正式宣布，武则天组合为儿子准备的小儿童车账单，爆了！哈哈，耶、yeah. ！来吧，大声喊出幸福口号，幸福账单为您买单。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本节目是由王大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每天王大山幸福很简单，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报账。俊杰好，你好，你好，你好，哥哥，哎呀，我们是本家呀，哥哥，我也姓马，真的马潇潇啊，对，叫什么？等会儿你叫什么？马潇潇，马潇潇，对，我差一点就给我女儿起的名字就叫马潇潇，缘分。缘分，占人家便宜，缘分，缘分，什么给女儿起名字叫马潇潇？都是都是潇字辈的呀。你是做什么的？跟我们认识一下。我是一个传媒公司的老板。然后自己在做文化方面的事情。然后现在呢，自己做了一个明星笑行动，希望什么？明星笑行动，因为这个孝道文化嘛。因为我们是作为90后，因为我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我们这些人呢，更注重这个孝道文化。因为我突然发现，从大学开始回家，突然发现父母渐渐的老去了，可能我们陪伴他的时间比较少。哎，你别说，真的是这样，你是不是？就我们90后。对对对对对对，我们00后也有这个时间吗？我们00后也有这个时间吗？我自己作为女儿，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就是自己
从国外留学回国之后到我自己结婚之前，我是住在爸爸妈妈家，有一种被疼爱的感觉，对，真的特别幸福在他们身边。有一天我自己回到娘家，我爸爸妈妈都不在，因为他们现在也在国外，然后我自己打开门，我自己坐在床前，我眼泪哗哗哗的就往下掉，因为我觉得只有在这个空间里我是最被宠爱的女儿。我一回到我自己家，我是母亲，我是妻子，我是儿媳，我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只有在这个空间里是得宠的宝贝，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最幸福的日子。我们好好享受陪伴在父母身边的这段时光，陪伴就是最好的亲情告白。旭姐，你刚刚说的真的就是我想说的，你可能理解的比我更深刻一点，就是因为我是过来了，对，因为所以我就是想呼吁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时间段，因为等到你明白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初应该怎么做，因为所以趁现在父母还很年轻的时候，带他们出去走走看看，多多陪伴他们，否则等到他们真的老了，可能生病了，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有这个孝心的时候，恐怕就是实现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些困难。古人说的好吗，子欲养而亲不待，对对对，应该是最大的一种遗憾了，应该是。好的，既然是这样温暖的一段对话，我特别想问问你是怎样的一张账单。我是给老人的爱心公寓一个13000元的装修费用。明白了。 好吧，舞台交给你啊，60秒倒计时准备，3、2。之后就需要你加油了，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我的账单是13000元的老人爱心公寓的装修基金。13000元的装修基金。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就会获得由万达山安利酸奶粉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还失败，可以获得由万达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人生产营养礼盒。好的，加油加油加油，挑战区。好的，潇潇准备好了吗？有内口令，3、2、1，开始。来吧，小小，好的好的，一气呵成，好的，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心一定要沉下去，稳住，我要 up， 我要 up， 不要这样的，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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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来重新来重新来，掌握好节奏，好不好？好的，在最低点就是下来，对的，好的，就这么办，对的，哎，很聪明，第一关就这么完成了，来到第二关，第二关其实不难，掌握好节奏就行。照顾好前边和后边，同时要照顾到。好的，躲开哦。哇，他这么走，我的天哪！一起合唱，合唱，哇，太棒了！小强，没有任何评论，一起合唱。三公看你的。好了，小乔，这个
个平台是会动的，圆柱体是会转动的。小心，不要碰到啊，不要碰到。好的，就这么办。好的，高低错落。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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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遇到这个怎么还蹲下了呢？要迈过去啊。非常遗憾的宣布，马潇潇的账单取消。欺负账单为你买单，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报账人。天蓝起来，水清起来，拥抱龙虎心常健起来，从古老的骑手走来，美丽康体人人喝彩。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康平广播电视台美食节目主持人戴思雨。呵，这么纤细的身材，你怎么吃都不胖吗？对呀、啊，怎么吃都不胖。你这不气人吗？不是气人，其实当美食节目主持人吧，也是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嗯。忧是啥呢？就是干吃不胖，一天吃四五家、五六家都没事儿，咋吃不胖、嗯？但是让我忧愁就哪儿呢？就是有的时候吧，遇到不好吃的东西，还得演成非常好吃。原来你们不是所有都好吃是吗？但是有的时候也靠那个自己演。啊、哦，靠演的，对，全靠演技，的真的吗？对，就靠演技是吧？对呀。那我看看你在幸福账单能不能演出来，来吧，来吧，上美食。好。哎。哎，您今天来我们店吃饭了，来来来来来，请坐。小伙儿，你帅呀、啊，您贵姓啊？啊、哦，我姓戴。啊，我们这是一家面馆。面馆。啊，我们家最好。大的特色特别有人气，现在啊，芥末拉面。对的，时下最流行的面，芥末拉面。作为美食节目主持人，您尝尝我们家的面怎么样？好，好吧。你看啊，其实这一碗面呢，从外向来说，其实它没有什么，但是呢，我们加上这个辣根啊，幸福账单盘辣根，没加就多了。哎哎，好吧。哇，加多了，加多了，这是您自己加的、啊。然后呢，这个面呢，搅拌一下。哇、哦，这酸爽！啥、哎、菜？好朋友们，看到这碗面了哈。他们家的面呢，从外形来说没有什么，但是呢，当我放到嘴里面第一口的时候，奇迹就出现了。美食节目主持人，来，美味啊！他们家的面非常的 Q 弹，看到没有 ？Q 弹啊，专业专业点评啊！嗯、啊，我尝一尝啊，你家特色面是吧？绝对的，非常好。芥末拉面，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倍儿爽。表情表情，这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入口的感觉，嗯、太好吃了。哎，应该就瓣大蒜就更好了。太好吃了，哥！哇，专业！太好吃了，眼泪都出来了。其实我那个眼泪呀，感动的，其实是我感到喜极之泪。哎，就相当于是我看到了我好久没见到的亲人。不开玩笑了，咱们一起吃。不开玩笑，我真的觉得美食节目主持人特别的不容易。你看着他很美味的感觉，其实真的苦的是胃啊。对，其实也很忧愁。确实确实，好的，很敬业也很专业。好，谢谢谢谢。今天我们这位美食节目主持人来到现场是带一张怎样的账单？今天我报的账单是3158元的自动炒菜机。好的，我们就把舞台留给你。好，谢谢谢谢。60秒倒计时准备，三、二。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甜蜜，家乡也就抚摸我的头，想家的时候很美好，家乡留拉着我的手，想家的时候有泪水，泪水却伴着那微笑流。
谢谢谢谢。吃完新闻面条就是不一样，脑子太亮了，而且还眼泪汪汪的，这个情感表达的更好是吧？通透，怎么样？全票。好的，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3158元的自动炒菜机，3158元的自动炒菜机。加油了，好，来吧，来吧，来，步入挑战区。思雨，看你的了啊，加油！3、2、1，开始，加油！我们的面条不是白吃的。哈哈，你看看多顺利啊，是不是？好的，一关过去了。来到第二关，好，他选择的是稳扎稳打，过去一个之后要稳住一下，好，不错，可以，这也是一个好方法，稳中求胜。最后一个了，过去了，来吧，第三关，看你的。好，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圆柱体哈。这样，我呀还有一个，哎呀，哎，抓住！下来，好的，站起来，站起来，哇哈！哇，了不起啊，我还以为他会掉下来呢。还有一个，跳跳跳，来吧，最后一关了，思雨，来，一起给他加油，看你的，思雨。账单是一个自动炒菜机，对对对，对吧？啊，哎呦，这会儿说话这个辣味儿还有呢。吃完新闻面条，浑身就是有劲儿啊，就是有劲儿，对吧？嗯、对。好的，既然现在这么有劲儿，要不要挑战第五关嘞？不闯了，不闯了，不闯了。好，尊重你的选择。那就高兴地宣布，带思雨的账单确认。谢谢谢谢，恭喜！来吧，思雨，最后高兴地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幸福账单为你买单。幸福账单，我们为您的梦想买单。欢迎下一次报账人。谢姐姐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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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来来来来来，认识一下，嗯，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蓝县的杨霞，大家都叫我土豆妹。哇，为啥叫土豆妹呢？因为我们家是种土豆的，而且我的土豆宴做的是一绝。土豆宴，土豆宴啊，土豆宴，对，土豆宴是全是用土豆做的菜吗？土豆能有几种做法啊？是不是？有100多种做法。啊？真的吗？是啊，真的。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以前就很穷嘛，所以说主粮只有土豆，所以就大家用土豆可以替代面粉呀等等好多好多的主食，做成100多道菜。而且我因为这个土豆宴呢，还收获了一大爱情。赶紧说说，赶紧说说。我们首先得看看这个什么样的美食才能收获爱情。好，来，这真的是我做的哦，没看出土豆的样子啊。是的，那这个呢叫做水晶饺子，在我们老家话叫做水晶卷子啊，这个呢是叫个卷卷，这个呢是叫黑核了。对了，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不能忘了问。你说在土豆宴上收获了爱情，哎，对呀，怎么讲？要说到爱情呢，我觉得我是我最自豪的地方，薛姐姐。我知道你有一个非常疼爱您的老公，我也有一个。我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村姑娘，但是我老公是城里的大学生，而且是我们三进第一帅。真的？嗯，对。来了吗？今天老公跟着来了没？来了没有？老公走哪都跟着我，哎，所以今天他也来了。真的？来来来，我上来，老公，哎呀，等等等，真的。来，欢迎你！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来，三进第一帅，三进第一帅，三位老师好，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你是大学生是吧？刚才姑娘跟我说，对，我是上的大学，学什么的？学的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哎，那怎么是在土豆宴上收获的爱情呢？因为特别喜欢唱歌也，然后后面也就是因为这个认识了。在土豆宴上认识了姑娘，对对对，因为当时呢只是认识嘛，后边吃了这个蓝县的土豆宴以后，好像就神魂颠倒了。有人说会因为声音爱上一个人，有的人说因为一道菜会爱上一个人，看来都是真的。那今天两夫妻来到现场是要报一张怎样的账单？就是我爸爸妈妈来京的车票。对，那今天的才艺是？我代表农民要送上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好，来吧，六十秒倒计时，准备，三、二。竹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豆麦，那个一片高粱，石榴和它是多香。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他富裕，为他兴旺，为他幸福，为他富足。真棒！好的，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爸爸妈妈来京的火车票，230元，230元的路费。是的。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就会获得由万达山安迪森奶粉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还失败，可以获得由万达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原生态营养礼盒，好不好？是的，好的，加油啦！大家听我的口令，三、二、一，开始！加油！哇哈！速度很快，大家别着急啊！哎呀！好的，先不去，来到第二关，哦，加油啊！哇哦，这么顺利，好，好的。非常遗憾地宣布，杨霞的账单取消了。幸福账单，欢迎下一位报账人。幸福内那破爱民用万寿谢梦华真多体内功能，欢迎你。大家好，我叫江妹妹。我呢，年龄不大，个头不矮，才艺不赖，
虽然说时光的脚步从不曾停止，但美好的生活更应日复一日。我期待每天都能够美美哒，精致开启。毕竟妈妈从小就告诉我，只管负责精彩，老天自有安排。这不，我来了。来呀、哦！说得好、啊，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我觉得特别像主持人。我吗？没有，我平时经常教一些小朋友。那你得自己也可以做到小朋友那个声音才可以啊，童声。对呀、啊，我平时特别喜欢模仿，那就学个那个。哎，你们看过《狮子王》辛巴吗？狮子王不是那个就是好多羊，然后有一个狮子吃他们那个吗？是狮子王吗？那是喜羊羊吗？好来来来、哦，好冷啊，好冷、啊，来吧啊，就是那个，你说的是喜羊羊，你说的是喜羊羊啊，你懂了。好奇老师，这可以做一大冰块，咔嚓裂开了。好冷。来来来，那这个狮子王的辛巴，好吧，狮子王辛巴里面有两只那个。松鼠，然后一只男松鼠和一只女松鼠，那男松鼠是这样的。亲爱的玛格丽娜，你嫁给我嘛？不不，出来我，你还有什么？我还有一颗善良的心。砰！哟，我还有一个善良的心。砰！不是这样的，他说的是。我有一颗善良的心，砰！哇，好的，愿意来到现场是要报一张怎样的账单、我要报的账单其实就是因为我也教很多的小朋友，他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小英雄，然后他们都会为这个英雄去配上他们的那个声音。我就想做一部属于这些孩子们的一个动画片。好的，那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你，谢谢主持人，谢谢你们。六十秒倒计时准备。三二少女心。再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我的账单金额是4000元的动画片制作费用。动画片制作费用给孩子们的。加油，我会的，我会的，加油！谢谢。挑战区，听我的口令，三二一，开始。看他卖腿的方式，他应该是一个左撇子。好的，第二个来了，贝贝。选择好时机，跑得不错，小心，小心后。小心身后。哇哇，你是最棒的贝贝。好了贝贝，第三关了，来吧，看你的。好的，迈开障碍物，小心。好，不错，还有一个头上，还有一个。
刷刷刷。好的，小心。还有最后两个啊。好，要看准了，到底选择迈过去还是低下头。哇，好的，可以跳了，可以跳了，跳了。好的，北北最后一关了。哎呀，都不想下来了哈！哎呀，那个成功的喜悦劲儿哈！哎呀，好，我为什么要你下来呢？因为还没完呢，还有第五关呢，对，你还没完成挑战呢，怎么办？我没有看到他。是啊，你看，时间已经过了，那么那账单就没有了，骗你呢！过了四关，账单就基本上已经确认了，第五关是为了让账单翻倍用的。到底要不要挑战第五关？不，真的，好的，要那就祝你成功，谢谢，加油，步入挑战去。好，张贝贝最后的选择要挑战第五关，如果成功，账单翻倍；如果失败，一切清零。祝他好运。好的，贝贝，听我的口令，三、二、一。开始。哎，成功的几率其实挺大的，哎呀，但毕竟是账单没有了，怎么办？那动画片还要不要做呀？还要做啊，靠自己的努力嘛。靠自己的努力哈，需要帮忙跟我说好不好？好的，那还是非常遗憾，非常遗憾的宣布，张贝贝的账单取消了。欺负账单就在你身边，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报账的。查拉西。来，谢谢主持人好。一听这歌声，是一位藏族的姑娘，姑娘是吗？对的，欢迎你。藏族，我觉得她特别沉静。你是一个很安静的女孩吗？比较宅吗？其实也不是，熟了以后还好吧。平时在家做什么喜欢？平时家里宅的时候，就是喜欢做做手工啊这些。藏族女孩特别巧，对，很多都是手工穿制而成。对 对，我们看看吗？可以，今天也带了一些了啊，看看来在哪里？哎呀，好漂亮啊！真的好漂亮，这是自己穿的，这是这个也是自己穿的，就自己穿的呀，自己穿的。哎呀，我觉得，你看跟我这衣服搭不搭？特别好看，你看，对，好配哦，是不是？这个好。这个也是自己穿的，这自己穿的，对。你看这个穿上好漂亮哈，我戴上行吗？你看这个穿上好漂亮哈，我戴上行吗？西门大官。哎，我戴上这个像不像藏族姑娘？你给她抻着后边，就特别像那感觉，对。谁说这当项链的？哇，好漂亮、啊！当头饰，是不是？扎西德勒，扎西德勒，吉祥如意。哎，你显摆完没有？我很累的啊。哎，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哎呀，咱们光顾热闹了，忘了问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的账单是为就是藏区的一些孤儿，然后送上温暖的被子。哦哦，真的。这是有一个数量吗？有二十四个孤儿。那需要多少费用？1980。24床被子，1980。对。好吧，先把舞台交给你。60秒倒计时准备，3、2。珠兰。孤海的巨浪，我为你神奇的传说歌唱啊，西藏阿妈的胸膛，养育生命的天堂。唱得真好，谢谢。带着爱和温暖的歌声就是不一样。也希望把我们的祝福和问候带到孩子们的身边。好的，谢谢谢谢。是多少床？24床。24床多少钱？1980。1980。24床棉被1980元。哎，你这东西该还人家了吧？啊，我也正想说这事儿，这个真的很漂亮，下次我亲自给你穿一穿，带给孩子们吧，他们会喜欢的。谢谢，好的，谢谢。好的，谢谢，为你加油，挑战去，加油！安全听我调令，3、2、1，开始。来吧，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好的，好，先上去稳住，一个一个来，别着急啊，稳住，别着急，如法炮制，就照这个方法。对的，一定要稳住。好的，就剩一个了。好，好，千万别着急啊！好的，你看看，第一关就这么的完成喽。第二关的秘诀就是掌握好节奏啊，阿根。看着前面，同时也要防着后面。对的，小心后面。小心后面啊，手可以扶一下，适当的。好的，哦，不错不错，好，最后一个了啊，看准时机，哎，看着前面，同时要防着后面。对的，小心后面，小心后面啊，手可以扶一下，适当的。好的，哦，不错不错，好，最后一个了啊，看准时机，哎。提醒你，阿斯根一定要防着后边啊、没达到了，非常遗憾的宣布，阿斯根的账单取消。
迎观众朋友们，看看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您是不是一切报销手中的账单，分享属于您自己的故事呢？是的，人人都有账单，人人都有机会带上您的账单加入我们，我们在这等着为您买单。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进行互动了。还是那句话，幸福账单为您买单。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的话，我得跟那姑娘说啥字儿？ Always, always, on stage。 姐，我是小青，你咋了？这软掐的别播啊，别播。